话节录徐志摩。树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大树是在火车上，在你处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壮丽的、鼓舞的、鲜明的、有你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雷中云彩里、沙细雨里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色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们的热力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艾伯斯与怒风，雪西里与古多沙，莱茵河与人之角，尼蒙湖与西子湖，剑南与奇花，河州西区的芦雪与威尼斯直照的红潮，白灵与夜庵，今不是一本黄的黄笔，一本字的字坛，一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黄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生命上不着疮疤，眼不盲，耳不塞，这无言之力最高的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命运。这不摧毁的最珍贵的宝贝，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独责，迷失时有蜡烛。早前我哋五育中学好荣幸能够出席第十四届香港绿色学校奖颁奖典礼，我哋仲被大会邀请上台分享，介绍我哋五育中学嘅天台花园。不如而家一齐嚟重温一下当日嘅片段啦！五育中学嘅师生亲力亲为，以创新而实用嘅方法建构绿色校园。学校嘅天台花园由我哋亲手建造。我哋用旧嘅横额作为防水同埋防根层，再用砖头将泥土围起嚟，种植唔同嘅植物。学校喺天海设置风力发电同埋太阳能发电设施，供应俾天海花园嘅环保 LED 灯，仲可以提供俾校内嘅其他设备，减少校园嘅用电量。我哋利用蚯蚓分解厨余，制造肥料，以有机耕种嘅方式种植花卉同蔬果，以实践低碳环保嘅生活模式。欢迎陈同学、蔡同学和陈老师的。我刚才看到你们五育中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天台花园，你们觉得这个天台花园如何可以培育到同学仔对于环保的兴趣呢？我们的天台花园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地方，让我们接触自然环境和研究不同的科学课题。大家除了可以在课堂上去学习一些环保的知识之外，学校还会安排我们在天台花园参加一些活动。透过参加天台花园的活动，我们从小就对大自然就有所认识，对大自然的兴趣也慢慢建立。咁由於學校咧就將一啲環保嘅理念就加入到唔同類型嘅活動當中，咁我哋就會比以前更加關心自然嘅環境，咁大家嘅行為都因此有所改變啦。咁因為我哋就慢慢開始了解多咗一啲環保嘅知識，自動自覺去保護環境，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將呢啲信念咧就傳遞俾身邊嘅人，咁鼓勵大家一齊去保護呢個環境咯。但其實這個天台花園我知道不是你們這一屆開始的，其實是你們的師兄師姐和陳老師一起去建立出來的。你們怎樣去傳承你們前輩的這個對於環保的熱誠呢？還有其實現在的同學仔對於你們學校有個這麼漂亮的天台花園有什麼感受呢？蔡同學。天台花園是由老師和師兄師姐一起建造出來的，將天台由一個寸草不生的地方變成了一個現在翠綠的花園。
他們的付出令到我們可以接觸更多自然的環境。我們亦會抽時間打理天台花園，亦會鼓勵同學珍惜，避免花園受到破壞，做我們大家對花園都有感情的。萬一天台需要進行維修，我們亦都會擔心工程會不會影響到花園呢？因為這裡是由老師和師兄師姐一起建造出來，我們不想浪費他們的心血。我們很希望可以繼續保留天台花園，令到師弟師妹都可以在這裡繼續參加不同的活動，培養他們的環保意識。咁要好多謝咧，你哋將呢個天台花園咧 keep 得好，但其實都要多謝咧陳老師你起得好，因為呢一個就係你有份同我哋嘅工友一齊起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嘅感受？感受就多啦。咁呢個天台花園咧，由你嘅 baby 呢個就係大家嘅 baby。咁咧就由06年同一班中六同學啦，同埋丁老師啦，我哋一齊咧去 commit 嘅。咁我哋咧就係希望喺天台嗰度咧建設一個花園啦，讓同學咧可以參與唔同嘅活動，包括有機耕種啦，同埋接觸大自然咁樣。咁我哋去睇翻咧，其實建築一個天台花園咧，唔係一定要一啲高科技或者咧好貴嘅金錢咧先做到嘅。咁我哋喺天台咧有過百種嘅動植物啦，咁亦都咧用咗好多環保嘅方法。咁啊，同學咧。親身力行一起咧咁樣去建設，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天台花園噶啦。咁咧，我哋呢一個天台花園咧，只係用咗繞過50,000蚊就做到咯。點解咧？因為我哋嘅同學咧係用一啲好有創意嘅方法啦，例如用一啲舊水樽啦、電腦嘅 mon 啦，或者咧係一啲舊嘅橫額咧，就去做一啲建設嘅材料嘅。咁另外咧喺歷屆畢咗業嘅同學咧，佢哋對呢個天台花園咧都好有感情。當我哋大學畢業啊、結婚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翻到嚟天台花園咧去拍照留念喎。可見佢哋對呢個天台花園咧係幾咁有感情，幾咁有咧呢一個嘅回憶。陳同學，你到時結婚會唔會翻嚟影結婚相啊？咁梗係會啦，非常之好，因為一個咁好嘅天台花園，其實俾到同學一個好嘅歸屬感，同埋一個非常之美好嘅回憶。如果我係五育中學嘅同學，其實我都會覺得非常之驕傲。好多謝曬陳老師、陳同學同蔡同學你哋嘅分享，亦都多謝曬我哋嘅工友，俾多啲掌聲五育中學好唔好 ？Thank you， 多謝曬。仲玩緊，你玩咗好耐噶啦喎，你要停低休息一下。You should stop the game。哎呀，我暈暈地添。That's why you should take a rest。我提你都為你好噶咋。哎呀，差啲企唔到起身啊！今日玩咗咁耐，我都未飲過水。唔係啊嘛 ，You should drink some water。飲多啲水對你身體好啊。冇計啦，為咗儲錢買 game， 連今日早餐都未食啊！有冇搞錯啊你 ？You shouldn't skip breakfast， 你唔食早餐好易病噶喎！哎呀，家姐對我真係好嘅啫 ，so I should listen to you。做得你家姐啊，我一定會俾最好嘅忠告你噶喎！記唔記得我頭先同你講過啲咩嘢啊 ？You should stop the game。You should take a rest。You should drink some water。You shouldn't skip breakfast。還有啊，記住是 should 不是 should 啊。係啦，家姐。哎呀，呢度有啲功課聽日要交添，唔知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咗佢咧？你係咪傻噶 ？You have to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呢個係你嘅責任嚟噶咯，所以係用 have to 嘅。你聽多次咯喎。You have to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哎呀，講下笑啫嘛，啲功課聽日都要交俾老師咯。So I must finish my homework tonight。係啦，依家幾點啊？就翻下晝1點咯。哎呀，1點咁晏噶啦，我陣間仲約咗我啲朋友添。So I have to leave now。拜拜。細佬 ，watch your step。You don't have to rush。同埋，你都未換衫。Recording.
stop recording. Recording.